大家好，我小哥们，今天来钓一起鱼啊，好久都没钓鱼了。刚刚到上面钓了一下，没有什么，到这里来钓。这个是自己挖的蚯蚓，蚯蚓要那种红色的小个的那种要好一点，这种的话没那个红色的好，但是将就着用吧。双钩刚刚没有拍到，这里小鱼很多的。争取再来一个双钩啊！天又有点晚了，这个海钓没钓好，不用这个了，就直接用了一个吧。这鲤鱼还蛮多的，我同学也来了，我两个人一起钓。还没有了，那什么的了，看到你起来了吗？送票了给你，这只有全部都是那两个字。两个起啊起来，两个都起不来，两个起来，他这个鱼在很新的，我看到。这个鱼把两个个都吃掉了，这个鱼厉害了。这鱼太小了，这个鱼好小的。哎呀，这天色已经晚晚了，和我同学两个人钓了这么多，钓了差不多一个半小时吧。双钩钓了一个，打过去吧，你看先打过去。这声音怎么样？现在天已经很晚了，也没钓多少，现在都还在我同学家里。今天的视频也没拍好，摄像机一下没电了，还有该拍的时候又没拍照，所以说我这个视频不完美。等下一次我再去拍一期好的给你们看吧。给你们看吧。那我们就到这里了，我们下期再见。